多的朋友通过我们的各种的康泰开运产品呢，都有得到不同方面的提升和帮助。那另外呢，我们每个月也会有一场的关于我们的康泰开运系列产品的分享，很多的朋友通过我们的各种的康泰开运产品呢，都有得到不同方面的提升和帮助。而我下一次呢，会先开讲的是我们中心最热销的、最多朋友哦喜欢重复运用跟购买的康泰洁净露，也就是沐浴露啦哈，是我们中心特别去设计的，能运用以各种天然的那个精油为主要的香气的配方，那希望跟大家分享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如何能够就简单的运用我们的洁净露，能够轻轻松松的把你的晦气把你的负能量给冲走，让自己能够更快的补充满满的能量回来。